Hello，大家好，买了一条奇怪的鱼，准备喂鳄龟。看一下这个样子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好像那个鲨鱼啊。把它倒出来看一下，我靠，把它放进来，你看一下它这个奇怪的样子，它名字叫什么？寻龙鱼。我百度了一下，它的名字叫寻鱼吧，寻龙鱼应该是商家给它起的比较霸气的名字。这个鲟鱼跟那个国家保护动物中华鲟长得还蛮像的，但是这种好像是人工饲养的。看它的小嘴巴跟那个清道夫很像，长在下面。家伙背上有一条锯齿一样的鱼鳍，它的嘴巴还很尖。这种鱼应该是属于远古时期存活下来的吧。看一下它的整体造型，确实长得挺有个性的，一身高冷灰的颜色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奇怪的形状，简直酷到不行啊。